今天我们来吃个释迦果，然后这一个果子花了我23.8元，老板说收到就可以吃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啊、哦，我已经洗过了。哎妈！咋这么涩，而且还这么苦啊？这个皮。再来一口，哎呀天啊！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好涩口啊！太苦了，太涩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还没有咬到那个中心点，我试一下中间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。中间的心不苦，然后有点甜甜的感觉，但是这个果子真的，我要看一下它的中间什么样啊。这个也太浪费了吧，我觉得就吃中间这么一丢丢，就吃这么一点点啊。哦，这个是它的籽，妈呀，这是它的籽，好苦，太苦了，就只能吃这么一点点。嗯，不划算，你们千万不要买这个玩意儿。